针对基泰大直工地事故这件事情，特别是由建商的建筑师还有技师进行相关的损害还有公共安全认定，这个部分大家就有很多的讨论。我之前也对外说明过，要求都发局建管处针对现行的法规 SOP 以及相关规定来进行全面的检讨，并提出改进的方案。昨天我们也开会进行了讨论，所以新的制度上面我们有几个特点。第一，也就是当住户提出损龄的协调，那现行是由包括启程监造人来进行会勘，我们新制会请都发局以及公证第三方的专业技师来会同现勘。第二，现勘第一时间公共安全的认定，现行的规定是由建商的技师还有建筑师来进行安全认定，提出报告。但是我们新的规定、新的制度是加入了第三方公证技师工会来进行复核，而且整个安全认定的时间从现行的14天缩短为3天。一旦发现有公共安全的疑虑，勒令停工，并且要求承造人提出紧急应变措施以及安全维护计划。我们绝对是以住户市民朋友的安全为最高的指导原则。第三，对于零损是否为施工所造成相关的认定，现行我们是由建商的技师和建筑师来进行认定，但是我们新的制度就会加入第三方公证工会的复核。第四，我们针对如果经过认定住户有不服，他可以要求第三方鉴定，而鉴定的费用我们新的制度就会要求建方来优先支付。第五，如果要求做安全是否有公安疑虑而发现必须要求勒令提供的这些不良厂商相关的建筑号码还有施工地点以及启程监造人以及相关包商的资讯，我们都会上网公告，资讯充分的揭露。第六，从这个月起，我们针对地下室开挖阶段的工地，我们每一个月都会进行全面的清查，而过去对于深开挖工地的部分并没有相关的管制，而我们会每月进行清查。每一季我们会针对台北市全市所有的工地施工工地进行全面的清查，所以我们会把这样所有深开挖以及全面工地清查的频率提高，我们要确保台北市所有住户接下来的安全。像因为现在回家的住户只有62户，是比例还是很低，要怎么让他们安心，而且他们未来也想要一起都更重建。所以今天开始，我们接下来会有3天的时间，我们也请技师工会陪同每一位住户逐户的分区，我们进行相关的鉴定以及检测，包括住户有反应有皲裂，或者是有任何的状况，或是房屋有受损，我们都会做成记录造册。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确保相关住户他们对于回来居住可能安全上面的疑虑，我们会由技师工会派员陪同协助进去做相关的鉴定监测。那如果他反映说已经不敢住了，那需要后续的赔偿，市府这边会怎么样来应对？我们会协助住户争取他们相关的权益。目前住到22号之后的话怎么办？我们都会积极的在协调，那我们也跟住户来沟通，因为有些住户陆陆续续他们愿意回来，那今天开始连续3天，我们逐户的协助他们了解整个屋况，那他们要做记录的要造册的我们都会进行。是不是会一起评估来重建包含在都更的范围？我已经请都发局朝向公办都更的方向来研议，也进行相关的试算，也会听取住户们相关的意见。像现在是不是在都更上面住户意见有分歧，包含希望跟基泰跟公办都更这个分歧的状况比例是否有调查吗？我们其实在前天晚上也跟住户朋友开了座谈会，现阶段最重要他们关心的是安置以及尽快的让他们的生活包括工作
孩子上学等等，能够提供他们各方面的协助。所以我们也成立了包括安置小组以及灾损评估小组，我们也都有单一的窗口。后续关于重建的问题，住户们也提出了各项的意见，那我也请都发局朝向公办都更方向拟定相关的 方案，也在积极的研议当中。我们接下来也都会持续的跟住户来沟通，了解他们的意见。那尽管昨天是有提出这个新的办法，可是因为之前的市府的一纸公文，所以让这个基泰可以继续施工。那现在监察院说要来调查，市长怎么看？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正式向大家做了报告，我们对现行相关的法规规定、SOP 以及机制做了全面的检讨，以及接下来我们就会针对施工工地损林争议事件处理规则进行修订。所以刚提出的六点就是接下来我们很明确会要来进行，所以这些 SOP 的修正我们也已经提出了改进的方案。市长，这是未来改进，那过去的检讨，就是这一次的事件，监管处都发局到底有没有人要负责？我们都会来厘清事实，而且一定会彻底的了解，如果有任何的不法情况，我们一定也会依法办理。好，谢谢。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